就是我刚才一直说的特别的人物，我们从集团总部调来的白富主编。很高兴认识大家，从今天起我们就要一起工作了，请多多关照。从今天起，他将带领我们每一位，让 Immortal 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 Immortal。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为 Immortal 努力吧。啊，你们都自我介绍一下。副主编你好，我是朱茵，时尚编辑，欢迎您。你好。Hello，专栏编辑您好。你好，多关照。关照。美妆组周雅玲。你好。 哇，你好有 feel 啊！副主编，你好，我是美妆组助理韩雪。你好。哎，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为什么要躲着？你怕见人吗？怕见生人。 你好，我是化妆助理，我叫露露。你好，嗨，我是安娜，我是媒体公关部的。你好帅呀，我想跟你拍个照。还有我呢，我是服装组的美丽。雪薇最好的美丽哦。你好，我是服装助理吴声。你好。哎，你欠我人情还没还呢。什么人情？ 这个手帕是我的。啊，谢谢啊！啊，你是那个骑摩托的那个人。嘘，谢谢你的手帕。没关系，没事。我们的年轻人都很可爱，见到帅哥跟见到客户一样，都是 披 着狼皮的羊。一木呢？一木。哎，快来。 我一会儿再找你吧。哎，你好，林一木。大家都说我是编辑部的王牌。既然是王牌，那以后就要多为 Immortal 出力了。啊，朱茵呐，接下来由你向我们的白副主编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 Immortal。好的，没问题。资料我都准备好了。服装组，你们先去把这一季新到的衣服全部都拿出来。好嘞。 主编，您请这边请。这一片整个都是我们 Immortal 的工作区域，这一块主背景墙是 LED 的，然后每一季的最新的资讯、最新的时尚、模特的、单品的、服装的，我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宁波，包括我们当季的封面。这一块呢是我们的服装和美妆区域，我们所有的赞助品牌跟现在品牌都是。
什么？废刊？什么意思？集团总部已经决定，三个月之后，将不再发售 Immortal 刊物。Immortal 编辑部将会解散。这群自以为是的家伙，竟然敢决定我的事业是否终结。现在只有一个挽救方法。什么方法？三个月之内，如果能让 Immortal 的销量重回第一位，那么废刊的决定将会取消。所以你的到来是想让 Immortal 重回第一位，还是想让 Immortal 废刊呢？我当然希望 Immortal 能够好好的留下来。完美，你果然是 Immortal 的希望。没想到你这么在意 Immortal。 Immortal 虽然他不能把我困在这里，但是我希望他能留在这里。既然如此，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拜托你。 Please。 来这里之前，我已经了解过编辑部的各位，大家都非常优秀，也很有个性，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一场必输的游戏。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激发出大家的潜力，所以从今往后，请您将指挥权全权交给我。无论发生什么，您都要站在我这一边。无论今后我做什么，您都必须支持我，不让我难做。从今天起 ，Immortal 就全权交给你，我绝无二话。谢谢。不过 ，Mr. 白，你知道你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跟 Immortal 一样，没有退路。哎呀，求您了，主任，要是你不把我调回来的话，我今天就在这里不起来了。哎呦，不起来了。哎呦。哎，哪是我不答应你啊，是我不敢啊。编辑部要人，我哪敢不给啊？人家是资本家呀，我们根本不敢跟人家抗衡啊。什么资本家呀？编辑部集团董事长的亲妹妹，那个编辑部的主编叫 Vivianna 啊，据说呀，她的经历非常非常神秘。她消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有一天突然回国了。说想感受一下工作的滋味，于是空降到编辑部当主编了。哎，所以慧珍啊，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可不敢得罪他呀！不求你了，求求你！哎呦，哎呦，哎呀，慧珍，求求你了，你就回去吧啊！我们要得罪了他，哎呀，我一个人还有大伙都会倒霉的。哎呀，求求你帮帮忙吧，我这也不容易呀、啊！求求你了，慧珍，求求你了。你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慧珍。我行。你要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求求你救我们后勤部吧。我真的是，哎，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啊。谢谢你了，慧珍。哎呀，主任，你都这么说了。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定了，好吧。为什么你鬼鬼祟祟的？老实说，你是不是卧底侦探？告诉我，我一定替你报仇。我是什么侦探卧底？那你鬼鬼祟祟在这干嘛？啊，我们编辑部这么恐怖吗？嗯。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是在后勤部。哦。你是觉得编辑部让你很紧张是不是？嗯。哎呀，没事儿。工作压力呢，哪儿都有，但是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紧张程度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嗯，对不起。没事儿，没事儿，
你呢，下次记得请我吃饭就行啊。你还欠我人情呢，你。不，你怎么偷窥过我啊？爆炸头干得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把你从后勤部调过来呢？都是我的功劳，是不是得请我吃两顿饭？嗯，我请你吃一个星期的饭，你把我调回去行吗？你是不是傻呀？后勤部哪有这儿好啊？你因为太紧张了是吧？那反正你就把我调回去就行了。别紧张，没事儿的，这儿有我，我帮你。加油，伟珍。你来，你来，怎么了？没事，刚才摔了一跳，没事吧？没事。那走，咱们去咖啡厅喝一杯。嗯，可以吗？啊，可以。啊，你这样不行，要去医务室看看吧。注意点，你们走吧。去查体。去查体。好，可以吗？啊，可以。那我背你吧。我背你吧。卡皮诺可以吗？啊，可以，谢谢朱英姐。客气。不好意思啊，朱英姐，应该是我去倒咖啡的。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要真想让你倒啊，我也会直接说。之前让你帮我整理的那些资讯还有材料做得不错，以前干过吗？我家里开过小的印刷厂，以前每年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学生来做一些论文的装订，然后我就帮忙校对和整理，就挣一些外快之类的。英语怎么样？英语虽然考了很多次，但是四六级已经过了。PS 呢？PS 的话 PPT 程度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是海报的话好像还有点吃力。这就已经够用了。哎呀，真的吗？那接下来的三个月你愿意留在我们编辑部吗？我们未来三个月会很忙，很想你留下来帮忙。朱英姐，我觉得后勤部其实比较适合我。我可还头一次听人说到编辑部来见过世面还想回后勤部的，为什么呀？因为我怕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李慧珍，李慧珍，慧珍啊，我跟你说，其实我们离开学校之后，很多东西都是边做边学的。你要是不做呢，所有的东西都是书本上的知识。比如说我明摸的。Immortal 是针对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的一份时尚月刊，大概发行30多个国家。每个月我们的资讯30%到40%是从中国直接发到世界各地的，剩下的则由杂志其他的编辑进行创作。我们主要负责时尚、美妆，还有专栏文稿。时尚呢，就是画报啊，时尚资讯呐、啊，跟时尚所有有关的东西。所谓美妆，就是护肤啊、彩妆啊、瘦身呐、啊、健康啊，都算是美妆。至于资讯，就像电影、设计、文化，所有跟这些相关的资讯、社会热点、人物访谈，通通都算在专栏里。弄清楚这些，基本50%都搞懂了。好多啊，我现在还是觉得有一点多啊，这些问题。副主编，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没事，我看一下工作安排。今天下午好像有花豹拍摄工作。对，我想去看看，也见见各位摄影师。好啊，那要跟他们打招呼吗？不用了，正好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跟你对接一下。这里还是办公室？办公室吧。走吧。啊！救命啊！他还要待多久啊 ？OK， 谢谢。你过来做什么？你不接我的电话，我只能亲自来找你。我很不喜欢你这样，显得没有教养，让人心里很不舒服。我生下来不是为了让你舒服的，见着你我也不舒服。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我是不会来找你的。下个星期你爸爸过生日，你没忘吧？你记得就好。我已经替你跟他说好的，生日当天你会到。你替我？你以为你替我妈进了这个家之后，现在就可以来替我吗？夏乔，一年多了，你也该接受现实了吧？你到底还任性到什么时候？我知道你不愿意接受我，你还在想着你的妈妈，可是她已经离开你那么长时间了，她逃避做母亲的责任那么久，她如果爱你，根本就不会离开你。罗米莉，你给我闭嘴！你凭什么是我妈呀？你有什么资格？我妈怎么对我，那是我妈的事儿，我乐意。你凭什么在这说三道四？小乔，我们不要这样说话好吗？其实我一直是为了你爸爸在忍受你。从你出现在我爸身边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受不了你。如果你能接受我，我真的可以把你当亲生女儿，你为什么就做不到呢？现在这种样子，你不开心，你爸爸也不会开心，我们大家都不会开心。说来说去，都是为了让你开心吗？可再怎么说，我和你爸爸已经结婚了，我现在是你的妈妈。我永远都不会认你当妈，即使我妈离开我了，我也不会承认你是我妈。我现在宁愿做一个没爸没妈的人。哎，你刚才在跟朱一姐说什么？你怎么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太紧张了？哎，我跟你说，你要战胜你自己。这个世界上太多的恐惧都是自己吓自己。自己吓自己。嗯。加油。加油。哎，富生，你帮我去仓库拿两块反光板吧。哦，好，谢谢啊。没事。仪器都安顿好了吗？时差调得怎么样了？不要嫌我烦，也不要嫌我啰嗦。我是太害怕你又消失了。看到微信，一定要回我。这个时候的我，被全世界抛弃和遗忘，我的亲人只有李慧珍。而这个把我当作李慧珍的男人，此时此刻居然也能够让我感觉到温暖。
方梅，我梦梦了，副主编，我来拿东西。他们那边需要我把这个摄影棚里的东西拿过去。副主编也来拿东西啊。我来看看。在在。有人吗？怎么了？不是我关的，我刚进来的时候还是开着的这个门。今天仓库要维修，断了电源，只能等别人来了。我天哪！喂，朱英，我现在被困在仓库里，你赶紧带人来开门。对，好的。这个要用很久吗？不用，马上就到了。哎哎哎，有没有人？要不我们想办法把它打开吧，要不。冷静点，没事的。你是不是有幽闭恐惧症啊？分散注意力会感觉好一些，可以让你忘掉恐惧。现在感觉好些了吗？副主编，没事吧？没事。快快，就这个门。你没事吧？没事。慧珍，你怎么也在这儿？李慧珍。啊，韩学姐叫我过来拿些东西，所以就进来了。你叫李慧珍？你好，我是编辑部来的实习生。没事吧？没事了，韩学姐叫我拿过来的。快去吧，啊，是的，注意。让工程部赶紧来把这个门修了。好吧。副主编，您找什么，我帮您。不用了，我随便看看。陈子德，哎，我跟你说话呢。哎，为什么你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样子？可以告诉我吗？我刚在里面跟你说你要战胜自己，你要打起精神来啊！嘿嘿嘿嘿嘿！哎，大哥，大哥，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拿这个呢？快去换，快去换！哎，那边，等会儿再写，把这个换一下，让他们把东西拿前一些，好看一些，好吗？明显一些。怎么样？哎，副主编，您看一下，现在这样行吗？师姐，不理想。主编的电话，他说打你电话一直不接。这几张，这几张够了。喂，
啊，对对对，我们在棚里 ，F 主编也在。啊，您看得到？对对对，有没有全身的？啊？现在吗？哦，哦哦，主编说我们现在这个主题有问题，整个总公司都太 local 了，他觉得很怕主题。现在。还有备选主题吗？有倒是有，零号，零号，来来，我们做了两个备选，一个是夏日风的，还有一个是小天使的，这两个倒是有，但是我觉得小天使的可能更合适一些，您看一下，还是这样，先试试吧。好，天使，换天使。好。哎，各位，不好意思，我们来换一下主题，把主题换成我们的备选方案 A， 天使。现在，快快快快快！哎，服装化妆都准备好。安娜，你去把模特带走，好吗？胡生，你去跟慧珍说，她原来的道具不用拿了，她去把我们准备好的天使的道具全部都拿来，好吧？哦，特别是气球，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气球让她带。我知道了，快去啊！好了，慧姐啊，要很开心，开心不开心，好吗？这，小红哥都兴奋了，小红。气球呢？气球呢？气球，我跟慧珍你说了，她马上就到。再催你，来了。快点拿上去，你们再去给小朋友买两个棒棒棒。哎，鞋，好吧，谁穿鞋上去的？快去！你怎么穿着鞋就上去了？不能穿鞋的吗？你到底有没有专业常识？对不起，我不知道。慧珍，摄影棚上这个白线以上，通通都要换鞋的。我下次记住了，我不会再踩着鞋上来了，对不起啊。你说你左脚是怎么长的呀？每次穿袜子都是左脚先破。球球，我是外国人。慧珍姐，你下次穿这个拖鞋好吧？谢谢啊，胡生，谢谢。副主编，抱歉，他是新人，怪我没跟他交代清楚，他自己不知道这个规矩的。对不起啊。还好你不是正式员工。否则我非炒了你不可。这里不需要你，你先出去吧。到时候慧珍啊，休息一下，你去给小朋友买棒棒糖啊，去吧。从后勤部来的实习生李慧珍，然后现在在编辑部实习。你好。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我刚才很抱歉，因为我做错了，所以副主编主编要骂我批评。不仅仅是这样，这么年轻的小姑娘，你的头发到底怎么了？因为我头发是严重的卷发，天生的，所以没有办法。不时尚，一点都不时尚。哦，我的天哪！那是什么？那是油点子吗？哦，这个衣服我昨天洗过了，但是但是刚才吃饭好像滴到了一点东西，我一会儿下去擦一下就好。我怎么能在 Immortal 这么 fashion 的地方看到这么不 fashion 的人呢？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光鲜亮丽的外表，所以我希望在 Immortal 看到的每一个人，他们的衣服、鞋子、包包、 jewelry 都光鲜亮丽。记住了吗？记住了。但是我的头发是天生的自来卷。不要再找借口，
只要你在 Immortal 工作一天，就要有我们的 Immortal Style。好 ，Immortal Style， 我会一直关注你的。去吧。谢谢主编。哎，那个 Lady。我一直关注你 ，Immortal Style。No。啊，知道了，谢谢主编。但我头发真的是天生自来卷。知道了。太有意思了。这个不错，这张也很好，封面也挺好的。这张可以。这样。那就这么定吧。就这么定要这个封面。整个传输下去要多长时间？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解决。还有一个小时啊？那要不我们去喝个咖啡，放松一下。好。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了。谢谢大家。辛苦你啊，好的，叫我们啊，快走。哎，不等下喝咖啡啊。走吧，去喝两杯。走吧。突然觉得与白浩宇的距离离得越近，心里的距离就越来越远。我觉得自己好失败，因为我越来越明白白浩宇眼前的这个李慧珍让他有多失望，多不喜欢。眼前的这个李慧珍和那个让白浩宇念念不忘的记忆里的李慧珍只是重名而已。眼前这个李慧珍的存在，甚至是在给白浩宇心里的李慧珍丢脸。这个白浩宇他竟然对你这么凶。你都不知道当时他和所有人的面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我这是第一次参加杂志拍片，我怎么知道那个布景上不能沾眼泪？可是他看起来不像是会这么凶的人。他完全就是人手两面人啊，两面人。两面人？他今天在仓库的时候对我又有礼貌又体贴，还给我放音乐，还问我是不是有幽闭恐惧症，然后一场风作他就变成了恶魔。那你要是老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会不会真疯了？其实有一点我还挺感动的，分散注意力会感觉好一些，可以让你忘掉恐惧。他还记得我们的过去。你是不是还喜欢他呀？不能跟他相认让你难过了？我心里觉得挺温暖又挺感动，但是经过今天的事情，我还是不跟他相认吧。我今天的心情也不是很好。你怎么了呀？那个女人今天来酒店找我。你还是不能接受她吗？他们都不懂我，我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我现在的生活。那
你妈妈有来找你吗？哦，别提她好吗？慧珍，其实我今天特别的想你。我也特别的想你。有些话我不能跟爸爸妈妈说，他们已经很累了。我想，只让他们开心的过下去。啊，我能够想象到今天你在公司出糗的画面，你看你那个脚。这还不都是因为你坏的，这个脚才会变成。啊！我再帮你添两片。那你还要画吗？好，朱英姐，朱英姐早上好。啊，林浩哥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哦，爆炸头。啊，早上好。李慧珍，啊，你这头发是要炸毛吗？我头发就是天生自来卷，遇到水可能会更那个，但现在已经很好了。你还是稍微收拾一下比较好。好嘞。十分钟以后开会。哦，好。走吧，开会去了。快走吧。走啊走啊。好。哦，朱英姐，这是给你的电脑，多听多看多学，慢慢就熟了。啊，好嘞。那一会儿会议记录你来做。好嘞。快点，别让大家等你。哎，好嘞。之前大家已经充分的互相了解过了，这一次希望你们在专业上也充分的展示自己。以创刊20周年纪念刊为话题，请大家将之前的策划核心在3句话之内向我阐述清楚。就3句话，真是海派风范啊。就是。开始吧。哎，副主编，那个沙漏是干什么的呀？这是我的习惯，有什么问题吗？哦，没问题。那你们还等什么呢？哦，对，我们一直在想，公公开具有话题性的名人私生活，向读者展示他们的美妆和生活态度。我们有20个人选。连采访都只发通稿，
还指望公开他们的私生活？不具备可行性的话题，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下一个。啊，我的策划案是30岁女人必须要拥有的10个精华。下一个。不知道今天白副主编会怎么样对待我的小花们呢？副主编，根据之前杂志热销的大数据，还有热点追踪，包括明星的海岛婚礼，我们呢决定20周年的特别企划做海岛旅行搭配专辑。我们特别请来了现在真人秀最火的3个名模，我电话跟他们联系过。夏天做海岛，还真有创意。下一个。邀请知名时尚圈博主和设计师进行 PK。下一个。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那些嫩模啊，给他们放在一起，放一个合集里面，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同。下一个。啊，不是，主编，我没说完呢，就是比较他们的头发呀。下一个。你笑什么？我觉得他们说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所以。那你有什么方向？说来听听。我不太了解你们说的这种。不好意思，副主编，他是我们从后勤部特别调来的一个帮手，只是负责做会议记录的新人。后勤？是。你对其他编辑的方案说不出个一二三，想笑就笑，难道连自己的情况也要麻烦朱英编辑来帮你说吗？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用开会了。副主编，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心里的倔强。